婆，由于路程有点远，我们准备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走了，出发啦！快去世了，给外婆买点肉上去。妈妈，嗯，好，我们去找一下外婆在哪里。人上了年纪就是闲不下来，不知道又在哪里。外婆，好像不在这里。那好嘛，那我回去了，你还要等很久啊？在这里等着也无聊，我们去看梨子园的梨子可以摘了没有。现在这些梨子树都没人打理，都是一些老年人在家，所以说也没结什么果。先尝一下可以吃的没有？嗯，还挺甜的哎。皮比较粗糙的那种，好多都被鸟吃了，就是那样。外婆说她还有两个小时才回来，太热了，我准备回去了。明天再来吧。